习主席深刻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发展与安全是一体的两面，富国与强军是辩证的统一。”中国政府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方针，根据国防需求和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合理确定国防支出规模。近年来，中国政府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 总体保持国防支出合理稳定增长，促进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二零二二年全国财政安排国防支出预算一万四千七百六十点八一亿元，其中中央本级安排一万四千五百零四点五零亿元，比上年预算执行数增长百分之七点一。增加的国防费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按照军队建设“十四五”规划安排，全力保障规划任务推进落实，加快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二是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推动军事人员能力素质、结构布局、开发管理全面转型升级。三是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保障军事政策制度等重大改革。 四是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持续改善部队工作、训练和生活保障条件，提高官兵生活福利待遇。中国政府按照国防法、预算法等法律法规要求，每年的国防支出预算都纳入政府预算草案，由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依法管理和使用，并对外公布国防支出预算总额。 中国积极参加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从2008年起，每年向联合国提交上一财政年度军事开支报告。有些外部势力炒作所谓“隐形军费”，不过是毫无根据的天方夜谭。与美国等军事大国相比，中国国防费仍处于较低水平。中国的国防支出，不论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还是国民人均国防费、军人人均国防费等，都是比较低的。中国增加国防费，既是应对复杂安全挑战的需要，也是履行大国责任的需要。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军队始终是捍卫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中国国防费保持适度稳定增长。 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